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消遣方式，当然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都是不喜欢被打扰的。十二星座中这五个星座看电视时千万别打扰他们。五，巨蟹座，狂热追随说的巨蟹座爱看电视是出了名了，他们只要有一空闲时间，他们就会开始追剧，争分夺秒的。他们比较喜欢追泡沫剧，只要一迷恋上，他们就会从头看到尾，恨不得一口气给他看完，非常痴迷。所以当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你最好不要去搭理他，因为他们也没空来搭理你。四，白羊座，喜欢跟着冒险。白羊座他们喜欢冒险，但是种种原因限制他们没办法真的置身在探险之中，所以他们会把这情绪放在电视上的探险栏目里，跟着电视去感受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对他们来说，看电视跟着冒险能提供他们精神上的满足，所以当他们很投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试图把他们从电视里拽出来，他们会不高兴的。三，双鱼座，关心时事